今次我們是利用一個的平台呢，是等不同的宗教和這個族裔的組織呢，是去發表他有關這個家長權利和這個小孩子的未來的意向，和他們那個的決策那部分呢，是怎樣樣去看法呢，這樣樣。原因呢就是有兩樣東西，一就是現時那個的教育政策呢，入面包括了有一些是涉及到家長權利和小孩子的權利的，例如好像性教育那樣。那在現在的方面來說呢，小孩子呢是在不同的年齡呢是去接受性教育，而在那個過程入面，家長能不能夠決定他的小孩子是去接受這個性教育呢，例如好像因為宗教理由、文化理由、習俗理由，應不應該可以由家長告訴一些先生聽，或者這個學校聽，他的小孩子不適宜現在呢接受這方面的性教育，那個權利呢將來可能會有變都不定，所以有沒有權呢，這個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藉著今次那個的選舉省選的時間呢，讓市民有多一個的抉擇的一個的理由和一個的考慮。因為一路來講，現在呢經濟啊、就業啊等等當然很重要，就應該來講呢都 是作為一個的投票的一個的決定的方案。但是呢另外一個更重要的，為了未來的小孩子那個的福祉和家長自己最基本的人權這方面呢，應該亦都是一個很重要、同樣重要的議題。所以呢我們希望能夠等大眾和這個的候選人呢理解到這方面是他們應該很著重考慮的，投票的時候應該會看看這方面的看法會不會影響到他的投票的方向呢。今次記者會的發起原因是否因為自由黨政府執政的時間在較早，即是在年幼時間推行性教育的關係？其實呢在我們的看法來講呢，就是那個的性教育或者教育，但是最重要基本的呢就是家長的權利和小孩子的權利。因為點解呢，如果是你說哪個黨是推行這件事呢，這個都是所謂即是有一個 incidental 的意思，就是說即是隨意的。因為點解呢，有時另外一個黨或者另外一個執政政府可能又是實做同樣的推行同樣的事都不定，或者將來同樣的一個的黨和這個政府可能又推行另外一個剛剛不同的政策都不定，所以這個不是我們考慮的事，我們考慮的就是原則性的問題，因為原則永遠都是同樣一樣的。所以呢不論，所以我們希望的就是不論哪個黨哪個這個執政政府呢，都應該考慮到是這個的家長的個權利呢其實是相當重要和應該重視的。有沒有具體的提議呢？其實有幾方面，一方面來講呢就是例如好像家長應該有權去決定和被這個諮詢的時候呢，應該有一個大的組織，一個大的委員會，包括了專家、家長、這個的學校的代表、老師、這個的政府人員，他們可以定期地去檢討這件事，同埋定定一個所謂彈性的政策。咩叫彈性政策呢？就是包括了兩樣嘢。一樣嘢呢就是在那個的內容那裡其實應該是有些什麼內容呢，而是在哪個年級的時候呢那些內容呢應該那個時候應該出呢，同埋每一個年級如果某一個內容會重複的時候那個深度是應該怎樣去進展呢。第二方面就是在時間性，小孩子應該幾時去做呢，這個亦都應該有一個彈性，就是說家長認為他自己個別的小孩子某一個情況之下其實應該是早些或者遲些去接受，那他亦都應該有權去決定，因為不是每 個小孩子都有同樣的所謂精神上或者這個心理上的一種的狀態，所以這個亦都應該考慮到。